我妹是伴娘嘛，她刚她下来之后迟到，因为她是我们家最大牌的。然后她虽然是我妹，可是都是她在管我，她在管我，所以她刚刚就说，对对对，就只有我可以管她，我可以凶她。我说现在好像还多了一个，在家里好像对又多一个，对，所以老婆为大，老婆为大。会想生一个，因为就是自己是独生女嘛，会从小长大过程会觉得有一个伴会比较不会那么孤单。对，我觉得她应该还蛮习惯镜头的，因为妈妈很爱拍照，就妈妈会不断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帮我们拍很多妇女的这个照片，然后也会让女儿去做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所以她应该蛮，但是我今天蛮惊讶的，因为这个阵仗还真的还蛮大的，应该我这辈子最大一次了，谢谢大家哎，真的出道十多年了最大，谢谢老婆了，所以对她，我觉得她还蛮有大将之风的，我来栽培一下好了。对，有一点点啦，说真的，必须老实说，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 pack 嘛，就是我们当时不管谁结婚，其他人都要叫他来。对，那但是当然也可以理解，因为很早就跟他们说了，然后时间真的排不出来，就真的排不出来。那没有关系，好朋友就好朋友。最近真的是聚少离多，对，大家都在各自的，对，大家在各自的领域打拼，对啊，小丁也很拼啊，最近北京回来以后也都一直没有停过，然后 Victor 是一直飞，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。对。那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很久。四个人，对，四个人合，哇，分开都有见到面，对，聚在一起四个人是比较少一点，对，有那么久吗？有四个人哦，那今天蛮这样可惜没有在这里团聚，这样不会，都还是会聚的嘛，对。